那我刚刚忘记，就是让大家看一下磨出来的粉的样子。那我现在倒出来了。这边是筛过的，那细粉在这边，刚刚筛出来的细粉在那边。那这个是它刚才比较粗，就是细粉以上的可以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哦，用手电筒来照一下。让大家看一下均匀度。